Hello，台湾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这边聊聊天。那今天聊天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会讲我在数位艺术中心展览的这个 Online Funeral Service 是在做什么东西。那第二个部分是开放给网络上观众的 Q&A， 那我会回答观众提供给我的问题。OK， 首先我们来第一个问题。Online Funeral Service 线上葬礼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线上葬礼它是一个，我假设发生在未来，网络上所提供的一个服务。当你有亲人或是你的朋友过世的时候，你只要上网，然后去填入你亲朋好友的那个过世人的资料，那这个线上 Online Service 它就会帮助你把他的灵魂给存在网络上。这是这个作品的概念。那这个作品是一个装置，包含录像。OK， 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那这样，因为我长期以来关注的议题都是跟网络相关的东西，不管是网络上发生任何事情这样子。那在网络上常常有很多大量的 stock footage、stock image。就是你可以上网去买那些照片或是图片或是影片，那他们就像是模板一样，然后很多的线上的 e-commerce 或是什么，他们常将大量的在制造做这种东西，做模板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我尝试的想说，那这样这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跟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结合起来会怎么样？所以我就把它跟葬礼，然后设定成一个客制化模板的葬礼这样子。OK， 那第三个问题是，这次的作品为何？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这个作品有两个版本。我在2015年的时候，在纽约这边展览的时候，已经做了第一个版本。第一次的版本一样有录像，然后有装置，但是录像的部分我是很平铺直述的，就是把那个线上葬礼可能会呈现的东西给做出来，好像一个人的旅程。那这个第二个版本呢，我就在想说。灵魂要被带到网络上的时候，他是不是需要一个向导？那有个向导的话，我就想到说，好像是，我们台湾的道长，或者是欧美的死灵法师在召唤灵魂，然后这个死灵法师、这个道长作为活人跟死者跟生者之间的一个桥梁，然后引导双方怎么去做沟通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非常像是艺术家的角色，因为艺术家也是在把一些平常你比较看不到的事物，还是超乎你逻辑所思考的东西，然后把它给呈现出来，然后作为一个观众跟这个艺术之间的桥梁，那我们去让观众了解到说这个东西的运作方式。一个向导带着灵魂在线上，然后他教导灵魂说，在这里该面对事物，面对各种遇到不同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去穿梭在这些时空当中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向导跟这个鬼魂在里面，他们所讲到的内容，不外乎就是探讨人生的人生的价值啊，探讨时间、空间，然后探讨一些，其实把它挪到跟艺术比较接近。为什么会挪到跟艺术比较接近？因为我觉得艺术家的角色跟这个向导非常类似。这个第二个版本的数位葬礼还包含了，一样跟第一个版本一样，它是有一个录像装置，然后还有一些整个空间的装置这样子。OK， 那接下来的第四个问题是，希望观众看到什么东西？OK， 那我当然是希望观众能够在看我的，因为我的剪辑方式是，利用大量的线上的 footage， 线上的现成影片去
做剪辑，因为那些影片有些是从教学影片啊，有些是从房仲的介绍、地产介绍啊，就是一些人家已经做好的 3D 影片，然后把它重新的剪辑，让它产生跟原本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者是让大家能想到更深一层意义。所以我希望观众在观看这件作品的时候，能够每一个分镜、每一个场景跟文字的内容，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可能不是你生活中的，你可以用你生活中的方式去诠释它，也可以用不是你生活中的方式去诠释它。那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这样。